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channel。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的朋友，我们有礼物想送给你。如果想拿到这些礼物，首先就要帮我们填写这张新朋友卡，方便我们到时有什么 event 都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新朋友卡后面呢还会有代土事项，如果你想代土事项是保密的话，记得剔回左手面这一格保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填完交给我们带有工作人员证的工作人员，这样就 OK 的了。Hello， 我哋 channel 就嚟會有一個叫做 T4T 嘅課程。T4T 就係 stand for Training for Trainers。T4T 喺短短十年內已經感染咗一班基督徒，喺世界各地開咗超過80,000個教會，亦都感染咗超過2,000,000個基督徒去信主。如果你想喺傳福音上經歷到神，又或者想訓練門徒嘅話，就記得要嚟呢個 event 啦。呢個係一個6堂嘅課程。而第一堂會在4月2日舉行，時間是下午2:30在 channel 舉行。我們 channel 很榮幸邀請到很有經驗的李牧師來教導我們。 channel 極力推薦各位弟兄姊妹去參加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，就可以找 John 又或者 Jason。 我們今個月的主餐崇拜會下個禮拜三，大家記得準時出席啦。Hello， 我哋 channel 喺4月9日完咗崇拜之後會有浸禮。浸禮係一個時間俾一班弟兄姊妹去分享對神嘅經歷。我哋好有班弟兄姊妹已經決定咗受浸。如果你未決定，但係又想受浸嘅話，記得去揾 Dory 參加啦。如果你係已經受浸咗嘅一班弟兄姊妹，好歡迎大家一齊去參加浸禮，一齊去見證呢一班弟兄姊妹嘅重要時刻。